破了，破记录了，六八六九加五再加十七加二十再加十再加二十，6941，突破了记录一件，还没突破级别啊。记录打破一般也不会破多远啊，你就看那个人类的100米似的啊，遇到天才型选手也就提升0.1秒，所以说6941后面没出没几件就要出了，兄弟们继续往后磕啊！恭喜王哥突破关，闭关成功啊，创造新的记录，这个记录有点屈辱，氛围给我搞起来，什么猫猫打免费的弹幕的东西全都给我上一上。僵尸星灵仙子，一个里面就带俩套装，26发，无级别特技，牛啦！无级别，我操！兄弟们不在统计范围之内，140女头不强化，我操，这个数据好准啊！兄弟们，这个数据真的好准啊！逆天的双蓝，无级别，永不磨损，可以！我操！哎呀，我去，他妈的，我站起来了，兄弟们啊！好，不强化不算啊，继续啊，就当没鉴定出来。恭喜老板喜提无级别永不磨损女头啊，能带上，毕竟不是无级别也能带上，159号。好了啊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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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早上有个公屏在预言了啊，说我预言你下个无级别一定是头盔啊，没想到被他预言成功了。当时我还接茬了呢，我说我不鉴定头就完了呗，对吧？女头都是不强化出的极品啊，女头就没有人强化呀啊！无级别永不磨损女头140的多少钱？我估计6万7万差不多吧，6-7万应该有的吧。130的无级别永不磨损女头的话，3万4，去掉宝石加套装，能去掉7000，也就27000啊。13027000，140的话也就是个3万啊。哈哈哈哈哈哈啊！也不是很行啊，兄弟们啊。